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金世缘酒业独家冠名的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。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和我们的志愿者，还有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力量，我们不会放弃，我们会加油。好，接下来看看这位求助者他是谁，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？有请。你好，孩子。倪萍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来坐这儿。你找谁呀？我今天来找我的姐姐。我叫焦香福，来自河北邢台，今天是来找我四岁的姐姐。只有找到我的姐姐，才能解开我爸妈的心结。她四岁的姐姐当年究竟是怎么丢失的？她所说的父母的心结又是什么？姐姐不在的20年，他们家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姐姐丢的时候才4岁。是的。你多大知道你还有个姐姐丢了？从我记事起，我就知道，从那个户口本上发现，有这么一个人的名字。姐姐叫什么？焦素丹。焦素丹。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这是后来我才问的，原来是我姐姐。一开始吧，我对我姐姐没什么印象。在那个户口本上跟那个相片上才认识我姐姐的。爸爸妈妈从来也没跟你说过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还小嘛，我就什么也记不住。等你懂事之后发现有个姐姐不在了，你问爸爸妈妈了吗？问过。爸爸妈妈怎么说？当时说是我的姐姐，当时是已经丢了。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里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就在家里，我觉得90%以上都是沉默。我就觉得吧，别人的孩子在家里都没感受到那种吵架的气氛，为什么我在家里就会感受到吵架的气氛？我是觉得有点委屈，我只能默默在黑暗里待着。我会自己在角落里缩着，或者在床上缩着，就有时候会在里面偷偷的哭。我向往这种充满欢乐跟笑声的。在焦香福的童年记忆里，自己家总和别人家不一样，家里冷冰冰的，没有别人家里常有的欢笑，父母脸上也时常流露出悲伤，而他只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这让年幼的焦香福感到孤独和恐惧。起初他并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会是这样，直到在户口本里发现姐姐的名字，他才明白，这些年家中的冷清和父母的悲伤，都是因为姐姐的丢失。从此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帮父母找回姐姐。你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？这是近几年我就发现我爸妈心里有个心结，就是我姐姐。我爸爸用我姐姐之后，他就是喝酒老出事嘛，就是有一次他手骨就又让那个摩托车给碰断了。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回家，他就是见着谁就骂谁，见着谁就冲谁喊。后来就哭着问他，你为什么老是喝那么多？他就说他心里有很多事儿，其中有一个坎儿就是我姐姐，就想把我姐姐找回来。我觉得他因为我姐姐的失踪，一直憋着这个心坎，憋了这么多年，挺怪累的。其实我心疼他们，所以我就想帮爸爸妈妈把姐姐找回来。我妈妈她有时候会想我姐姐的时候，就会哭，魂不守舍。农村里不是都做那个饺子，做出来咬碎了4碗饺子，其中一个就。给姐姐，就留给我姐姐，看着那一碗就干掉眼泪。你是担心爸爸妈妈什么呀？身体不好。我就是怕爸爸妈妈这个心坎一直背着，我心里看得挺难受的，所以我就带他们来找姐姐。带着他们一起来了吗？来了。爸爸妈妈有请吧。来，爸爸妈妈。妈妈还很年轻啊，来，请坐。你们老师好。
爸爸还没说就哭了，想女儿是吧？是。丢了多少年了？20年。丢了21年。20年了哈、啊，大哥，你知道儿子为什么放下所有的事儿替你们找女儿吗？我知道。为什么？是儿子是看到他爸妈的家里也都不开心，活得太受罪了哈，想让你们高兴。是的。能理解儿子哈？我能理解。所以现在还喝酒吗？现在也喝，孩子还小点，知道，反正岁数比现大的还知道。儿子希望你少喝。儿子说了，要竭尽全力给你们找到，让你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是。是你当时带着孩子上火车站是？回他姥姥家。我就把孩子放火车站就那个座位上边，我可能是有点困难，我叫孩子在那躺着，我就在那坐着。一开始我是抱着孩子的，后来太热，我就把孩子放那个座位上面，我就像那么靠着坐着，我就合了合眼，一睁眼我就看有一个人，50-60的一个这个老头，他头上的头发挺稀的，他就那么一伸手，我当时也是迷糊，我就怕他是偷孩子的。以前我在南段住着了，后来我就抱着孩子住到北段去了，我以为就安全了，我就拿个绳子把我的手跟他孩子的手在一块捆着，我也是合来合眼，我一睁眼一看孩子没有了，但是天都塌下来了，我自己在屋里在走着，怎么也找不着，我没有办法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孩子丢了？爸爸丢了第二天，他那他妈回家了，然后就喊那孩子丢了，我就赶紧我就想到下新闻台，那一天还是下的雨，我也就在邢台市找一天一夜也没见到人，后边我就回家了，后来我也请车在邢台市周围的村子里，我就转悠找了有一个多月，也都也没找到。后边我就听说哪儿报纸上有河南那有一个大拐卖，抓的就是有拐卖儿童有10多个。后来我就去河南的，当时我手里也没多少钱，去了到那儿看了也说本事。后来。我就是一面走一面找吧，找我也没钱了，我也跌走的往回走，也没吃饭，走了有一天一夜，我说看能想他想办法让我回家吧，你要坐这个拉煤的车往北走的，我也行了。后来那个车向山西走了，我一看往西，火车一别头，我就越拉越远了。我没办法，我就从那从火车前面我就往下跳下来。当时跳下来就把我摔那皮带都摔断了。这一找孩子也不工作了吧？婆婆，一找孩子也没心工作了，又没钱了。那生活来源怎么办呢？一家的人还得过呀。后来我就先上班，上了班。一面上班一面走嘛，啊！我听说哪儿有消息，后来赶紧去。我爸爸跟我妈就是哈，让我们上班还得养活家。我爸跟我妈就是在邢台转着，就是骑个车的、叠走的，他们转到各个村里，就是懂得都走。去了连外带，早上走了有好几个月，后边就是。让妈在家里，我爸又去找，找的找的，后面我爸就得病了，可能也是跟我丢那丢孩子也有关系。得了病了以后，他就在医院做那自个一检查去，得了癌症了。后边他回家也没告诉我们，他只能知道又没钱看。他又继续带病，就在外边留洋找了4个月。孩子丢了之后，一家人上老下小的都受罪哈。后来这个病一加重，他说：“我不能给你
找女儿了，我得病了。我说爸，你怎么能得病？他说确实，我的病得了好几个月了，我没告诉你们。就因为我的女儿，让我爸得了这场病。就是后边我爸爸，到我爸爸病重，临死之前还跟我说，你对我你一定要把孩子找到。到临死，我爸还想着这件事。我要不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女儿找到找上，去给她一个交代，交到我那闺女母了，就是第二年嘛。他也去世了。我的女儿今年26岁了哈，她是1991年生的，8月20日的凌晨3点，就这是她的生日。现在我女儿在外边，她都不知道她的生日，她都不知道她多大，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外边还是想还是社会。可是正在找爸爸妈妈来。其实这一家人坐在这儿，你会让人觉得特别心疼，因为妈妈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被唤起，一次又一次的破灭。那对于这样的寻亲家庭而言，你想那伤害有多大？不仅仅是说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和钱财的问题，但更重要一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能够伤痕累累的继续往前走。就好像弟弟看着那个户口本，有的家庭可能就把孩子的户口消了，但是这样的家庭他真的是一直把孩子的名字留在户口本里，拿着那个户口本，姐姐就在，然后可能饭桌上多一碗饭是他们一个念想，但是我相信这碗饭一定会等到那个该吃的人。如果今天找到女儿，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？是，我多希望能找到我的女儿。像你们这光顾找女儿了，还有个正在成长的儿子，顾不上了吧？我是，也是输的叔父儿子，也没把儿子找到。就是，他姐姐以后就把孩子饿得都。好几回孩子都晕过去了，我也不，当时我丢了孩子我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有时候就抽，浑身就抽动。后来到现在我想，我肯定是把孩子饿的。对孩子有愧疚吗？有愧疚。儿子，你觉得爸爸妈妈光顾得着姐姐顾不上你，委屈吗？我觉得不委屈。不委屈，我也能理解我爸妈。反正我也不怨他们，毕竟我姐姐丢了，他们光顾着我姐姐，顾不上你，疏忽也有疏忽，是也没事，我也不怨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我爸妈痛苦的表情，我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虽然我平时不怎么会表达，其实我是很担心他们的。我妈妈有时候都是12点下班，每当她下班的时候，都很担心她。因为他经常魂不守舍，担心他在路上出事，所以都边看电视边等他们，直到听到他的声音我才关电视回屋睡觉。姐姐的丢失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他们常常魂不守舍，寻找姐姐的父亲频频出事，思念姐姐的母亲夜夜流泪，这让焦香福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但是不善言辞的他不会用贴心温暖的话语去安慰父母，他只能默默地关心着父母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父母找回姐姐。今天能找到姐姐吗？今天是为了解开我爸妈的心结，还有还我爷爷的遗愿，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。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，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，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。焦玉峰夫妇
你们好，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。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呢，我们的寻人团也第一时间帮你们展开寻找。我们警方啊，在2009年以前就将你的血样采集入库，但这7年以来，这个数据库当中啊，一直没有出现比对成功的样本。这说明你的孩子的这个血样啊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采集录入到全国打拐库当中。就在今年的年初，吉林警方那边传过来一个消息，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女孩呢，找到了警方寻求帮助，想要采血寻亲。那这位女孩所登记的信息呢，和你要找的女儿非常的相近，她会是你想要找的人吗？好，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。好，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。用了这20多年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。我想我女儿，我希望女儿能早点回来。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为缘寻找，为爱坚守，请开门。我也找到我女儿，我带着我女儿看看她爷爷，给她爷爷说我把你孙女走回来来，树洞，请他们家过来。拉着女儿，我们过去坐下说。经过吉林打拐办多方走访，对庞冰雨进行采血入库后，经确认庞冰雨血样与焦一鹏、雷铁莲血样所检遗传标记符合遗传规律。哎呀，我谢谢你们。啊阿姨，站起来！姐姐，你应该。
该高兴啊，宝贝女儿找回来了，是吧？高兴吗？告诉我，这是你丢的女儿吗？确认了，这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孩子，你后来被拐到哪儿了？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被拐到哪个城市了？河北省武安市。哦，其实不远哈、啊。你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？长到多大？长到18岁，我就一直在外面上班。上班？你现在在哪上班？哦，我现在在北京。你知不知道当时是谁把你抱到养父母家的？小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叫张信军的人把我抱到我。张信军？对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案件，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。我养父母一直告诉我是他们不要我了。你相信吗？有点相信，有点不相信。但今天你听了你爸爸妈妈说了吗？妈妈在火车站就让那个老头给抱走了。不怨爸爸妈妈吧？我不怨。有男朋友了吗？有了。有了。来了，来跟我们认识一下。其实小庞一直没有户口，没有身份，所以其实跟男朋友也结不了婚，没法登记。我们现在还有户口呢。来，认识一下，小伙子挺好的，在哪工作啊？也在北京工作。也在北京工作哈。知道你女朋友的身世吗？知道，我会更加爱她的。会更加爱她了哈。说句实话，我真的特别为她高兴，真的，她一直都在找，这一直都在找的。对呀，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哈。没有他们的帮助，你可真的不行。一家幸福的团圆，弟弟了了心愿了吧？这次了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。一家人执着寻找了20年，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团圆时刻。姐姐的回归不仅解开了父母20年的心结，也完成了爷爷临终的遗愿。我们祝福焦香福一家人今后更加幸福美满。我今天非常高兴，因为我姐姐回来了，也帮他们解开了心结。我们要带着姐姐回家。我这边准备就是跟我父亲商量一下，然后就是向他求婚，等他这边户口落实下来，我会跟他举办婚礼的。